走了那么远，我慢慢才了解那些体贴的瞬间和温柔抚慰有多珍贵，不是言语也难去感觉无尽的眷恋，无论此刻或永远，想要你待在我身边。兼有他们没有办法说话，然后你们就这样子把所有责任推给你兼有，希望说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比较多的东西，给他们比较多的可能性，而并不能因为说他可能未来没办法使用，而就连这个可能性都给他，因为大家都是平等。真的去做的时候，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没有讲很多话，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温暖。